你愿意破不了他的骸骨了，只能先破盾再破骸骨。还有个骸骨的。复苏呀，有点，我操，一个兵都没补到，哎呦，烦死个人了，不给他吃兵了。应该是放影。选人呢？啊，没，我们现在可以跟他对 A 啊，因为如果以前有训练步伐，有那个证明肉，我们就 A 不了。但是现在没有证明肉，就是我们可以跟他打的时候了。大鲨鱼正在接近他的领域。靠！走呗，简单给错人了，妈蛋！别要说他死了。很难受。踩在浪花上。两个残血，难受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我在靠，我在靠。这一个 EW 竟然没戳死他。三桶。可能要亏一层肚子。我的亏两哦，好爆破，亏两分肚子。
城。没放眼。觉得我不能游，我再游我这塔一回八分钟给我拆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你受得了吗？不游了、打对线吗？我感觉其实我都不给他的意思了，我俩也很难杀他，我感觉伤还是不够了。别怕，小队，这个开局还可以。等我下，我开始不想游了，我得打对线。我这个对面打对线有机会杀他。想看戏法吗？他这个是要买破败，破败无尽压缩。怎么说？我先把他震破了。要带四个人什么意思呀？想守这个塔，没状态了，主要是。这个飞。买鞋子，稍微快一点。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这一波对面直接爆炸，主要这个一塔不好拆。
是一塔没了呀。可以了，换一个。十二分钟一塔。不技能打满了，我感觉是有点逆风的，其实还被吓到了呀，刚我把那个东西给 A 了呀。难受的一批啊，来干架呀，各位，老子没队友怎么回事呀？我感觉这波就没要炸了。没技能了。担心阿姨，我这太打去了，这波就不去了，人家回来也没进的。我准备好了，打开了我就直接买沙漏，要是有一身操纵就好了。
全部吃到，血能600生命值，600生命值。哎，三阶的生命值是不是已经变成50了呀？改了吗？加油！进上天，行进上天。笑，别给他发毛。你都这么看我，但是他们看我能拖好久，你知道吧？我至少拖个5-6秒的，我一加杀戮。有点针对我了，搞的。别怕，喝口水冷静一下。为什么这么弱呀？不过我们没有灵性猎手，杀戮要变得久一点了。如果点灵性猎手的话，我们这个时候杀戮已经好了，因为灵性猎手可以让杀戮的时间缩减到80秒。你在装什么啊，哥们？你在装什么？你当着我的面清兵啊？你在跟谁作对？不都是服了你？杀了可能打到了，漂亮，无一级超神了。浪了呀，哎，1000块钱没了，没死吗？杀戮没关系的，就打开，根本死不掉，这就是古灵精怪。他用宝石抛我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开杀戮啊。这宝石砸到我们 Q 的伤害打出来，再开杀戮，这样可以多打一个 Q 的伤害，很关键。一跳就到你前面，就让对面的技能都给我无所谓的。反正死不掉，
经被推，有人就在附近。血身好还是法杖好？血身心态比较高一点，有 CD 有飞血，法杖的话就伤害高一点。其实差别，我现在出血身出的很多。秒！交闪，不交给我死。给我拉开，根本不慌，开杀喽！一切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正面打了，一吃亏的。OK， 哇，这三连胜！哇，好起来了。